是昨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是一位类风湿患者，就是现在目前也还是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当中，所以就是路过的朋友，麻烦你们花两分钟的时间看完我的视频了好吗？谢谢你们。今天就是特别喜欢吃我们，就突然想起来特别想吃我们这边的烩面片，让我妹妹给我们做一些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随中人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更慢，愿为险而战，且如怀恨坠入深渊。打开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相见，无论在人群在天边，让我再看清你的脸，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不平凡，珍随众人情意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。